你们做啥子？老板，现在火锅店的人数完全不够，我们想找人。那你们想找啥子样子的人？最好能找个美女服务员，穿上衣服黑丝，然后今天端茶倒水，这样不仅能够吸引很多客人到店，就连我们内部人看到那些赏心悦目，工作都要积极些。你看我这样可以不？可以可以。那还用再找美女服务员不？你呢？哎呀，女服务员干不了重活的，要找就要找个精壮的男人，只有男人才做得了火锅店那些重活。还需要找精壮的男人吗？你呢？我每天都有剁不完的肉丸子，本来在想找一个人跟我一起剁，但转眼一想，还不如跟火锅店买个剁肉机，这样就可以达到提升上菜效率。剁肉机效率高还是我的效率高？你。那还需要买剁肉机不？那最后还有你，老板，我觉得我们火锅店需要买部按摩椅，每天我们忙得腰酸背痛的，要是我们有部按摩椅的话，我们就可以。啊？好好。还需要买按摩椅吗？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。老板还以为我们真想找人，其实我们就是今天想摸鱼，找个人帮我们做事情，走走走走。就是。